上学院到底有没有骂艺人的故事？没有啦，那也不是骂什么，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。柯文哲，你是熟了，哦，你是熟了，那你来找我嘛。厚颜无耻，敢说不说我有什么交？好，谢谢王议员，我们请高嘉瑜高议员。高嘉瑜，高嘉瑜。上学院到底有没有骂艺人的故事？没有啦，那也不是骂什么，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也没什么特别意思。王世坚是不能走，就是发自内心这样觉得。啊，没有啦，这个以后，我们会跟议长拜托一下，那个麦克风该关的时候要关了。之前才说台北市议员的素质上高，那现在又骂艺人，这总平均嘛，总平均很高啊。所以他一直拉高，在拉外平均吗？一直王世坚拉低平均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。耍不嘴皮的功夫我比不上他，因为我是个正直有格调的人。古代啊有孙子兵法，那柯文哲是龟孙子兵法哦，就是啊，他只敢碎嘴啊，只敢在质询结束后啊，大家没听到的时候偷偷摸摸讲那种话。四年下来，每个议员有没有问政的那种报表，就是说，他有政论哪些市政有建议，然后我们做哪些？我跟你讲，他会连问的。该回答议员提问的、接受议会监督的，他都在闪躲，所以柯文哲有什么资格来品评议会跟议员呐、啊？猫捉老鼠一定的道理嘛。你就是这么糟糕的一只老鼠，你本来就该被我们这些好猫来抓、啊。你现在哦，所以我柯文哲这个做法，这个叫哦，这个叫擦卡恶狼啊，哦，擦卡恶狼啊，贼比人还恶了，把民主政治做到这么 low， 没格调，就是柯文哲。